厝内有看看的稻埕，阮的厝内是找无客厅，别人的囡仔出门有司机在送，阮是为着生活，雨风雨在淋，不敢求天斗相共。虽然阮是山车人，不管前途多黑暗，有梦行行出状元。一碗面不甘吃，分给后世查某仔，伊自细汉艰苦将阮吃，将阮惜，将阮疼。一碗面阮不甘吃，要留给阮阿娘，陪我满满的感恩甲感谢，请你等，请你看，看阮变成第一名。一碗面不甘吃，分给后世查某仔，伊自细汉艰苦将阮吃，将阮惜，将阮疼。一碗面阮不甘吃，要留予阮阿娘，为我满满的感恩甲感谢，请你等，请你看，看阮变成第一名。随心所欲，哇！这让我想到当年我们这个在访问曹雅文，在进入第十六世。